开局随机身份，王爷，哎呀，怎么是这个？偷偷溜走吗？哎，就算你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救你的。嘿，爽不爽？好不好玩？我炸！大人，这婆娘把我全部积蓄都拿给她弟买房了。那又怎样？那可是我亲弟弟。别！幸好你可幸好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大人英明。好疼啊！怎么回事？大人，他这是负罪逃逸。我现在是三品大员，你能奈我何？我可是一品鹿鼎公，当然能奈你何。